他就叫 force， 或者说有 force 的一个老板，或者是你挂在 force 的地方里面去的，通过 force 的这一个钥匙，这个地方找到钥匙，打开它，你找到它的话，你可以把什么这个抽屉里面的贵重东西找到，就是它放贵重东西的区域。但每个抽屉的话，都给我放到可以放贵重东西的地方，还有放。